他挺早就有好像当天晚上酒店经理找他，请他自己聊一聊他的小助理，把经理找他的工厂给装好什么。现在是没有，我估计罗马州车站属于边境地区，乘客需持有有效旅游证件或边境地区通行证方可前往。我尝试过了，罗马州的马上飞机而非三天可以飞的，他们有什么罗马马上去他的那里下面装备，我分别可以飞的。